Listen, Rose, that could be a walkover. You're absolutely right. That could be a walkover. It's a great fight. Heavyweight. It's so beautiful to be so vicious. Exactly. It's so beautiful. It's a doll baby. 我觉得他练练 MMA 以后再说吧。对，对，因为 MMA 它是一个非常全面的运动，它不是说只打拳就可以了，啊，可以腿啊，可以膝啊，可以肘啊，可以摔啊，柔术啊，它是一个非常全面的运动，不是说打拳。如果他评论一个我俩是打的拳击比赛，有可能他很有资历跟资格来评论这场比赛。好，张伟丽，贝罗斯恩珠，一次左腿的高扫。是我特别想跟泰森，我应该叫老师了，说一个抱歉，你知道吧？因为我之前啊年轻气盛，真的，我当时就是因为他在预判我跟罗斯比赛嘛，然后他说了，就是说我会被摧毁啊什么的，然后我当时是很不爽的，因为我呢就说，那你是练拳击的，你又不是练 MMA 的，然后你练了，然后你再来说我，但是呢，其实我现在我改变了我的想法，当时我是真的就是感觉项目不同。然后呢，规则不同，然后你不应该来说。但是我现在我觉得一切的运动，一切的文化都是相通的，所以我特别感谢他来关注到我，关注到 MMA 这项运动。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。但当时我就是，你知道吗？那时候是冠军啊，然后第一次拿到冠军，然后心里那种状态跟现在完全不同。